大家好，我是苏菲亚。六月是一个人人有机会、个个没把握的月份。双子座、处女座、射手座跟双鱼座的朋友，这个月份有很棒的社交运势，特别能够广结善缘。其中处女座有升迁异动的机会，射手座跟双子座朋友则有恋爱结婚的可能哦。在财富上面，金牛跟天蝎特别能够赚到事业上的财富，而狮子座跟水瓶座朋友则要小心因为赚钱而发生的法律合约问题。最后，牡羊座、巨蟹座、天秤座跟摩羯座的朋友在这个月有很棒的旅行运势，不过平常生活要谨言慎行，才能避免因为粗心失误造成的麻烦。想知道更多苏菲亚的占星运势吗？请持续锁定 LTV。